2018年新年，半岛正值严冬，却让人感受到令人欣喜的暖意。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首次表示，朝鲜有意参加平昌冬奥会。这一表态很快得到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积极回应，双方重开联络热线，重启高级别会谈，南北关系迅速融冰。4月27号，金正恩和文在寅在板门店举行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6月12号，朝美首脑会晤也在新加坡举行。2018年5月30号，时任美国防部长的马蒂斯在夏威夷珍珠港正式宣布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外媒普遍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特朗普政府落实印太战略铺路。尽管这个印太战略获得了英法日澳等国的追捧，但作为整个战略的核心国家，印度却反应冷淡。10月4号，俄总统普京抵达新德里，正式开启俄印第19次领导人年度峰会。峰会期间，俄印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3项防务协议备受瞩目。此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曾警告印度，如果采购 S-400，将触发以制裁法反击美国敌人法案。但印度顶住压力，还是采购了5个团的 S-400。6月9号至10号，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在青岛举行了扩员后的首次峰会。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潜力巨大的跨区域多边综合性组织，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8月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议在新加坡举行，而当天最大的亮点要属中国与东盟国家完成了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这一里程碑式的协议无疑给南海稳定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2018年，我们看到中国周边外交进展很顺利，亚太地区局势也趋于缓和，形成这样良好局面与中国军事实力的崛起有什么关系呢？魏老师。我认为我们中国军事实力的崛起可以说是为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包括地区性的和平稳定，是提供了更多积极的贡献。那么比如说我们中国海军，中国海军走向海外，走向远洋，其实是为全世界去做好事儿。比如说我们在亚丁湾的海域执行的是保护包括中国商船在内的各国商船的这种护航任务，可以说展示了我们中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除此之外呢，我们中国海军的医院船在访问的过程当中，针对当地的一些患者或者说一些伤病员进行了积极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救治。那么现在很多国外的同行、国外的军队提起中国军队，其实都是点赞、竖起大拇指的。在过去的2018年，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个层面全方位对抗，毫无疑问，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美俄关系最紧张的一年。2018年3月1号，俄总统普京按照惯例向联邦会议发表了年度国情咨文。在此次国情咨文中，普京用了相当长的篇幅介绍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最新发展，其中重点介绍了即将进入现役的6款战略大杀器，分别是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匕首空射弹道导弹、先锋高超声速弹头和佩列斯维特高能激光武器。无独有偶，这一年美国同样走在核战争的危险边缘。6月9号，美国空军用 B-2 轰炸机在内华达州托诺帕试验场对 B-6112 战术核弹进行了首轮试验，而且 B-6112 已经确定可以让 F-35 隐形战斗机携带。由于它的体积和杰塔姆等常规炸弹差不多，因此 F-35 的内部弹仓完全可以携带。美国认为这种小当量核弹能瞬间毁灭敌方战术战役纵深内的大量高价值目标，而其造成的核辐射还不至于对地球其他地区带来太大影响，因此更具有灵活性和实战性。但核弹就是核弹，对于核大国来说，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没有本质区别。回首过去的一年，从叙利亚博弈到俄乌克制海峡冲突，从俄罗斯最大军演东方2018到北约最大军演三叉戟接点2018，从美国扬言退出中导条约到俄罗斯向美国后院派遣图160战略轰炸机，美俄之间的针锋相对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始终贯穿着整个2018年。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俄关系将在美方继续施压、俄方周旋反制间继续博弈下去。2018年，美俄博弈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俄罗斯大秀核肌肉，美国也在磨刀霍霍打造新型战术核武器。那么如果继续这样激烈的对抗下去，是否会影响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呢？杜老师，美国和俄罗斯目前战略核武器的条约岌岌可危。美国如果退出中导以后，那么在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射程、威力方面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失控。再加上美国频繁试验 B-61-12 系列精确制导的核武器，那么这种小型核武器和各种作战平台有很好的结合关系，也意味着美国与俄罗斯在核经备竞赛上面，不光是战略核武器要加码，中程的包括战术的这一类武器装备今后会成为竞争重点。而且高端武器的加入，包括超高声速，另外还有一些新概念武器的加入，会让整个竞争出现白热化的态势。那么这种竞争会对地区、全球产生严重影响。